得快呀，可劲儿送啊，送完就投降啊。这游戏不看谁送的多吗？谁送的多谁输。人家不等你发育，不等你单杀呀，你这是刚杀完推个塔，杀了两个人，人家加入15个。乐意拼呢，又乐意拼又菜，就一导致就死得快。First blood. 嗯，粑粑人来了，粑粑人脑袋上为啥有个小标签儿啊？有小标签，因为他有变粑粑。先去插个眼儿，这把野区压力应该有点大。我不是那么很好跟他拼了，算了，怕个屁呀！没有关系，来了把他俩双杀了不就完事儿了吗？我估计这包女快到了，不打了，走了。包女儿搁下路呢，哎呦，我这包女儿居然没来，我醉了。兵线不太好啊。저기학살중입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我就提亚马特得了，提亚马特吧，不出那死刑了，这么地儿吧。其实刚才最后一波兵，我都想想半天，到底推还是不推？不推吧，感觉会过去；推吧，感觉也会过去；推还是不推，这是一个问题。
他怎么回家了呢？我也回家，我们俩一块儿回家。我来个皮孩，本来我是想回家出个药的，然后我突然之间发现我能买得起皮孩，哎呀，在这一瞬间。我又把买药的这个想法呀，给它去掉了又。你看人6分钟2-3，看着没？这要打峡谷之巅，现在指定就是2-13了。扣一下 ，EA 九头蛇放 R 点炎 A 接 Q 再次断 R， 老粑粑人儿，你以为我杀不了你是吧？包女打人挺疼啊，我操，装逼了这波，有点，我没寻他能咬我这么疼，你知道吧？我寻他扎到我了能咬，也没，应该也咬不了太多的血，可能他一小包女他能咬多少血呢？我回头一看不对，人家装备炉灯了，这确实有点不明白。原来他们家人头全在他身上，他扣带斩杀我半管子血，他斩杀我又能怎么样？他也没有后续伤害，他装备太好了。你看看塞拉斯是什么装备，你再瞅瞅他什么装备。这波不拆塔，有可能粑粑人在那里蹲我们。龙没了，跟塞拉斯把这打了。我现在就帮打野拿了很多的优势，知道吧？我一个上路，我们是优势，我就帮他打一个小那个小峡谷，我又帮他吃了个蟹。我把塔拆了，先打劫呀！哎呦我操！兄弟，您的虚区也太低了吧！
没有一点点虚区啊。这你不把他杀喽？啊，中路有个包女，包女也把他杀喽啊！加油，兄弟们！这波我就不去了，这波没我们什么事儿，好吧？风龙龙魂，真装啊！别来了，算了。还追呀？不会吧？哎呀，这不行，这不能去。哎，压着塔皮掉啊！我真的差点钱呢，我是真的差点钱。杰不会是要杀进吧？他杀不了，没事。玩那伤害怎么这么鸡巴高？我操了！哎，你这杰刚不搁下路呢吗？哇，这人从下路跑到上路，在一分钟之内，真牛逼！真厉害！传送的吧？我还瞅了一眼他带没带传送的，他没带。我特意瞅了一眼他有没有带传送，他还没带。这把把人的英雄伤害真高，我跟你说。他姐又跑到了下路。真能跑，我跟你们真能跑。这玩意儿就得塞拉斯打他。咋的呀？
往出拉啊，往出拉。对面这个位置有眼，别让他们看见我们在这里打。还真就不是那么很好打。别杀这包女儿啊！二换一，哎呀，还让他们给捡着了，动作太慢了，真的动作太慢了，我们家的人，早点过来打就好了。三条龙，我帮你挡一下吧，我挡不行了，快往后走啊！这就别打了，我还这波不能打啊，这波不能打，这波千万别打。我在中路帮着 AD 站着岗，要不然他很容易死，你知道吧？那留头不搁旁边，特别容易死。现在就法御一会儿，不用着急啊，等下条小龙，也没啥机会。也不用硬找机会，也没用。我佛了！这还支援啥呀？不知道这阿卡丽大招多少秒吸地，我看看啊，他是60秒吸地，这边还有50秒刷龙也行。再带一波吧。把上塔拆了。你们这打崩了呀。回家手高，不回家，这波我们推中。
追不上，给了吧，风龙龙魂你也没办法。慢慢来，杀戮收兵，你们这波打丢失视野呀，我这人是怎么没的呢？这虚虚咋这么高啊？好杀，252，200，继续235，我就死于不明 A O E， 我这人直接一下没。龙他们应该打的不会很快，跟我来一波，打掉了，那估计这机会薛飞是有点渺茫了，这把。够呛了，有点一环扣一环了。首先对面先拿条小龙，哎，三条龙，然后呢过来把我们的这个峡谷给我们拿了，拿完峡谷以后呢，对面又把下路拆了，对面把下路拆了以后呢，对面又过来打了条大龙，打了条大龙以后又打了条小龙，打了条小龙以后我估计下边要远古龙又拿下了。费点劲了，对面节奏好，这不能说节奏好，这他妈有点太好了，这节奏有点好的有点过分了。刘哥快出来吧，刘哥这守不了了，给他们吧，守不动了。挂机没用啊，你说你挂机游戏又结束不了，你出来玩呗，挂什么机呢？虽然我们的机会它有点渺茫，但也不是翻不了盘，我比这情况更恶劣的我都翻过盘，有什么翻不了盘的呢？真的是。心态不行。点盐没套上，应该给他套个点盐，这样我们还能杀一个，拿一手 SVP 岂不是美哉？